毕业展呢是108级的毕业生的无以名状的青春诗歌哈，艺设系的这个系风呢，就是让同学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，很自由自在的快乐学习啊。可是，在自由快乐当中呢，我们是非常严谨的啊。那么，在大四修这样子的一个毕业课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高的门槛啊，必须要通过5次的比赛的一个入选啊，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门槛。进来之后呢，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又非常严谨的有一个初审跟复审，所以在这样子身经百战的情况之下啊，那么同学到最后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啊是非常丰硕的啊，那么在各方面也是可以有相当的一个水准。我画的是爸爸的手，第一张是爸爸的工作的样子，然后爸爸的工作是水电维修，因为我小时候听到就是电钻的声音，我就觉得很吵，就是很不喜欢。可是长大后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辛苦，所以就是因为离家念书，所以会很怀念这种声音。然后这张是爸爸采桑葚，因为阿嬷家有桑葚田，然后爸爸每年都去采桑葚，我知道桑葚每年都会有。但是爸爸有一天终会还是会离我而去，所以我想要透过写实油画来记录下这些片刻，对我而言都是人生中很珍贵的一些片段。我的作品主要就是4件，然后代表我大一到大四对于家的这样东西的一个心态的转变。家人是自己最好的支柱嘛，所以我想要透过4个作品来呈现说我对家里那个面对的心理状态的改变。对，然后这些作品都是用树脂土跟超轻土去制作，然后又用油画颜料去上色，最后再用那个保护胶去做喷漆，这样可能需要一点理解，但我觉得每个人的看作品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，就是也可以把它当成说，哎，就是一件很好玩或很可爱的作品，这样也没关系。今年的展览真的是非同小可，同学们的作品实在是非常非常精彩，有服装设计，有视觉艺术，还有立体的雕塑。喜欢艺术的好朋友们，第2展览场和第3展览场为花莲的乡亲们敞开大门。